多多刚睡醒一下而已，没睡醒多久？ 伤害不是很大的感觉，小开一下，小玩一下。我也打了几场而已吧，打了几场差不多了，然后就要休息。 最近比较少在 YT 这只打一打，还有其他12只要打，赶快打一打，80秒左右，真的不知道要干嘛。这个游戏差不多就上线，当当的，我关机，不知道。 最近有几款游戏蛮好的，可以玩看看。反正最近弃坑也蛮多的，蛮多没的。 改版后蛮多人没有，或者是变成修行，版本就是偶尔上偶尔走，都差不多了，上一下，然后挂机什么的。这游戏曝光率没有很高，没什么代表，没什么代表到的。
Nessuno?要入场了吗？想拍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